我今天用了三首歌来跟大家培养感情，所以接下来就一首歌有一点点稍微比较热闹一点，你可以给我最热闹的掌声鼓励五秒钟吧。跟尖叫声最容易开场，所以再一次好不好？尖叫声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首歌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，阿密特让阿妹拿到了最多的金曲奖，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常非常非常凶悍的歌曲，叫做《核弹一丢来》，掌声。